买了一个新烤炉，把前两天剩的那个羊架子烤了。那个那是该背也背，露丝呀，你家露丝，走吧，聊会儿。我跟露丝是什么意思啊？你赶来吧。那么没啥新小型的新烤炉，咱们是烤炉是人家烤全羊剩的架，咱们烤好的。马上来啊！有那能烤劲儿，也不知道那么噎。胃都不行。肯定上车。我说要把中间的板撤了它吧。你这台那台没挨住，一块是吧？你看这没温度，这边没温度。什么物件？二十五万人。嗯。这个那个叶纹大，干的。这炉子如果盖住哈，这个烟料子味太重，就开了口烤。方便不顶事儿，我感觉。我肉干了爹了，这。喂，那收拾啊？那几块肉？那做饭上也挺火燎的。汤豆不能。那就搁肚子上都不合适。这我给你了。好重啊。嗯。给多大？没钱。他那肉，他不出来肉都不少。太不重，稀罕。嗯，他不是炸的。
喝点喝点脏啊，那里面的血红了。不是，得高点儿的，是吧？这样属于大样。你不在大样？不是，那这样，样呗，烤样的都是小的样，是没长大的。反正不大，能那么大个儿。是那品种还是都长不大还是？不是，咱也不懂。哎呀，你看啥呀？这不是小腿儿。没有。还有个根红。我那不是哪节吃吧？对吧？嗯。哎，还接到你孩子都挺难装备了。哎呀，有那越汁越味儿。吸了一点了。不，没弄上了。这光灯啊，这什么东西？这光灯。代数以上